他的要求，给他来一个一口爆浆，记得给星子来个关注啊！哇，来一个，呀，可以啊，小伙儿，吃不完。吃饭给我，哇，太过瘾了。你吃那个吧。你慢慢吃，没人问你啊。我是专业的，你这是业余的。好多人都看我吃这个猪混肠老解压了。最后有了。